这一题要考平行四边形的特性，那我们逐个选项来看。第一个呢，右边这三角形 ABC 跟这个 CDA 有没有全等呢？对，这是全等的。那因为这里呢，我们可以从边来看，对边是相等，这边是相等。另外呢，这个还有个公共边，所以我们可以用 SSS 来说明它全等。那 BAD 对 BAD 这个 A 这个角跟 DCB 对这个对角也会是相等的。好，那对边这是相等的。好，那接下来 AC 跟 BD 呢，这两个齁，这个图看起来好像有点一样，但是如果你把这平行四边形对压得比较扁一点点的时候呢，其实可以看到这对角线其实不一定要一样，而且可以差非常多，所以不能够选的是这个选项 D， 就 D 是不正确的，所以这题的答案应该是 D， 因为它是不正确的选项。